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同埋唔排除呢一单系一宗有预谋嘅凶杀案。系打卡。呢个世界充满罪恶，执法同司法机关都已经失衡。你今次一定可以捉到打卡。 Daka 10年之后出翻嚟，已经杀咗3个人，而且仲系超高难度。阿罗Sir，你讲嘅就几好似系现场一样。出嚟啫。你哋两个应该好合作。我都话我冇所谓。听我哋最后嘅机会。呢个系你最后嘅机会。呢张嘢我想好诚实啲，我今日生勾勾喺度。 你咪傻仔，咪再有我捉啊！